我早前同阿周聊同你讲过，唔再做呢handler啦。佢讲咗，一时之间要揾个适当人选，系咪咁容易？所以呢个位暂时我顶上。我希望你我手上边唔好变成另一个邓国斌。公仔，你系咪对我冇信心？我对自己冇乜信心啫，跟我 UC 下咗要麻烦。咁你放心喎。 我都系啲 handler 嘅天煞孤星嚟嘅喎，总之兜兜转转，我哋冤家聚头啦。咁睇下今次边个黑边个咯，系咧？咁啊 ，Madam Jo 点啊？除咗唔做啲 handler 之外，其他工作照做。你试下 Jody 处理件事成熟咗好多，肯放手，唔勉强自己，好专业。不过做啲 laughing 嘅 handler 真系唔容易。 咁我都系做翻卧底应该做嘅嘢啫，龚 Sir 你都做过卧底，你应该明白噶。嗱，讲翻我哋嘅部署，上头咧将会有一次高姿态嘅拘捕行动，到时我会通知你同埋立青，等你有个心理准备。Yes sir， 阿系，义丰嗰边准备喺某一列出殡之后会选山作馆，我有个谂法，你将出嚟选埋一份。龚 Sir 即系龚 Sir。 呢位坐管嘅候选人，佢争票，好可能会做好多非法嘅事，所以亦都系机会俾我哋逐个逐个拉翻。冇错，呢个就系我终极任务。好彩你终极任务唔系做义丰嘅坐管啫。呢啲咁嘅三杀位，坐嗰个啊死嗰个，我差佬嚟噶，等下估下仔自己慢慢受啦。嗱，讲系讲啊。 上头俾好多压力我哋，要我哋尽快有收成。如果唔系，随时斩缆，要我哋终止卧底行动。我真系唔系好明，我哋咁辛苦搵条命去搏，点解佢哋连自己人都唔撑啫？你唔使明噶啦，总之做好你哋嘅本分，其他嘢等我帮你撑。 阿令哥，求哥，要大状，唔使咁见我啦，叫阿嫂啦，阿嫂，阿烈。 安心上路啦，阿嫂，烈哥系我最尊重嘅人，长发事等我做。 你帮我拎出嚟啊！其实你使鬼帮忙一列做法事咩？我以为帮佢做嘅咩？我不嬲都唔信呢啲嘢，我净系信我自己。呢场地狱系帮我自己破嘅。警察做嘢，警察做嘢，你话边？话边？ 我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报告级督察汪子敬。我而家怀疑你哋从事黑社会活动及非法集会，全部交翻协助调查，叫佢停。停啊，苏正茂！我系姚可可大律师，我哋只系喺度做紧祭祀仪式，并唔系你所讲嘅黑社会活动。请你哋离开。有边个唔知道佢哋黑社会？佢哋每一个喺警署翻到成车口，你唔好同佢喺度讲废话。
光 Sir，烈哥俾人谋杀，你唔去查，我哋而家喺度拜祭佢，帮佢做法事。你哋拉人封艇，你警察点做嘢噶？警察点样做嘢唔关你事，唔关我事。呢度一个二个，一系就系烈哥兄弟，一系就佢嘅契仔。话俾阿 Sir 听，边个系衣食父母？烈哥，边个系最尊重嘅人？烈哥。边个你契爷？边个你大佬？想玩嘢啊？陪你玩，全部同我逼晒翻。投诉你哋，有啲咩唔满意啊？讲。1:12你带我入嚟坐，而家系5:16，我足足坐4小时。你哋咁样对待一个被扣留人士，我绝对有权投诉你哋。大律师啊，咁你又知唔知我哋拉咗几多人翻嚟啊？连埋其他行动，总数一共系163个，个个都系有轮有角嘅黑社会排住队等紧我哋处理啊！原来维持治安、公平公正嘅执法人员就系咁样做嘢噶嘛？原来高高在上嘅大律师咪又系群埋班黑社会？原来都系咁样做嘢嘅。我可以告你诽谤噶，如果你哋冇证据嘅话，唔该即刻放咗我。阿姚大律师啊，嗬，真系唔好意思啦。由于今次案情比较复杂，我哋仲需要一啲时间去处理下证据嘅。而家就要屈就你休息下先啦。叫声妈妈，好好叫妈妈啦，妈妈，乖女，可可而家读紧幼稚园，佢而家好乖，读书仲好叻添。可可，第日大个，千祈唔好学妈妈咁，要踎监咁折堕，要俾心机读书，做个有用嘅人。
就得啦。有啲咩啫？睡翻，唔使，我想一個人靜下。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，就快啲揿埋下面呢个钟仔 subscribe 啦！